本节目由奥利奥独家冠名播出，好吃好玩奥利奥，满满心动好味道，泡泡按一蹦，换量好心动。本节目由越洗越滋润的多芬沐浴露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花清香茶腥味的康师傅茉莉茶赞助播出。血脉无糖口香糖，潮酷便携，随时随地分享持久美味。本节目由血脉特别合作赞助播出。思维师澳洲自然营养品，健康新时尚。本节目由思维师行业赞助播出。增阳好新风，自由深呼吸。本节目由开机三分钟，满屋是新风的海信新风空调赞助播出。哇，仙人，又来了又来了！哇，这么漂亮是怎么一回事啊 ？Can I go？ 哇 ，When you go？ 哇哦！哇，男生们都惊呆了。我今天回去偷偷下个情蛊，你明天就会爱上我。这个女生来有点危险，两个都很厉害的感觉。我们来新朋友了，他们要见面了。Hello， 我叫刘祖君，杨汝晴，汝晴。哦，这是谁买的？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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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誓主权。哎呀，我的妈呀！救命！邀约男生他不可以拒绝我，开约了。Oh my god！ 那眼神，今天我不想让你回去做饭，那就不回去做饭。天哪！他说那就不回去做饭，口水流出来了。天哪！在你面前敢这么肆无忌惮，这么做自己吧。明天是充满惊喜的一天。是啊，哎呀，他们真的好搭。你现在记住几个男人？我记住范一兰呀。哎呀，你跟你说，我有点紧张。你这个没有花纹啊。哎呀，结果张晶想要跟他一起做的事情被抢先了。你知道里脊肉吗？我们啥也不没有。没有，先回去了。好呀。拜拜拜拜拜拜！哎呀哎呀哎呀！没看他，你们连转都不转过去。啊，没关系啦。文字里的房间，窗外是雨过晴天，把情绪放在一边，忍着拒绝，渴望的就在眼前，别假装视而不见，勇敢一点。满满心动好味道，本节目由奥利奥独家冠名播出。泡泡按一蹦，换量好心动。本节目由越洗越滋润的多芬沐浴露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花清香茶腥味的康师傅茉莉茶赞助播出。炫迈无糖口香糖，超酷便携，随时随地分享持久美味。本节目由炫迈特别合作赞助播出。思维师澳洲自然营养品，健康新时尚。本节目由思维师行业赞助播出。增阳好新风，自由深呼吸。本节目由开机三分钟，满屋是新风的海信新风空调赞助播出。这里是全世界最最最甜蜜的社交恋爱观察类真人秀《心动的信号》第六季，欢迎各位听。同时呢，欢迎两位我们的新朋友，欢迎马伯骞马老师，欢迎露露。Hello， 大家好。哇，我真是从第一季一直追到现在，哇，里面真的很精彩。之前就很孤单一个人，跟着他们的情绪一会儿哭啊一会儿笑，但我想说，哦，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对，因为我们就会七嘴八舌的对话，对。露露是什么？你是什么动物？独角兽。不好意思。独角兽就是那种人群中特别耀眼，大家都一定以为你们有很多追求者，但其实大家不敢追的那种。太准了，太准了。你好难得这么激动。爆发，我喜欢，我喜欢独角兽。但身边真的没有男性。就感觉这个东西跟我隔绝了一样，可能他们会觉得担心自己配不上啊，或者是会担心你的眼光太高啊，这种他们一定会想的。我眼光不高，
不行，那也不行啊，妹妹啊，高一点，高一点，妹妹。不挑不挑了，现在我感觉都很难，就是我感觉身边就完全没有什么男性朋友。不是，这样还比较快。没有我，没有我，你我高攀不起。我说。马老师前一段时间弟弟结婚了，是不是？哦，对对对，是。别，不是，你停顿这么久，我以为我记错了。是你弟弟吗？想了这么久是什么意思？不是不是这样，没有，其实他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他现在25嘛，然后这是我原来理想结婚的年纪啊，对，然后就我弟弟找到了另外一个非常懂他的一个人，所以我就觉得很好，嗯，对，就为他们开心吧。然后我也有一个稍微不太开心的点，是因为，然后现在比我早结婚，你在这怪谁呢？那你可以比他早生孩子。但是我听海涛说你曾经想要入住小屋。就有想过这个事情哦，你要相亲？对，但是呢，因为节目组看不上我，所以不找我。不是，我们要素人嘉宾。好像也是。上一次看到结尾的时候就已经跃跃欲试了，完全融入住了，很精彩，大家都真的是感到很激动。除了派派一个人他完全在状况外以外，不好意思，什么意思？你年轻的意思，就你太年轻了，还没有经历过很多事，还没有被骗呢。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今天的故事到底会是什么样。好期待哦，等好久。Hello， 看会电视吧。行了。哎呦我去！好可爱、啊，这秋天真的很舒服。再荡会儿，今天要做好了荡。那儿吗？哎呦！下雨天待一待还挺好。挺好的，下雨天适合睡觉。对啊。你喜欢小孩吗？啊？什么？啊？你喜欢小孩吗？干嘛呀？没事，我问问。你喜欢男孩女孩？我吗？我喜欢女孩吧。你的小孩应该长得挺好看，因为女儿像爸爸。哇、哦！都开始在思考未来的聊天了。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教育不好我的儿子，但我至少可以保护好我的女儿。一般女儿都会跟爸爸亲近，然后儿子都会跟妈妈亲近。我反正我感觉我跟我妈关系更好一点，但我觉得跟我爸也还好，就是只是交流比较少。哦，我妈老给我打视频。哦哦，这么甜，还好。你多久给你妈妈他们打电话？我们会打电话，但不会打视频。哦，主要是我得看看我姥姥什么的。我就是从我出生嘛，然后就一直都跟我姥住在一起。那你们现在还住在一起吗？现在也住在一起。其实我也可以自己住，但是我就是习惯了集体生活。我姥那种属于是，就是我早上起来，她就会给我把口罩，然后什么东西都摆桌子，贼贴心。他们分享的好多呀，很深入。我想跟我姥姥一起住，但我不想跟我妈一起住。为啥？因为她太她叨叨你。我妈就是从心里面其实挺少说肯定我。
但他可能会跟别的他同事说什么，就怎么样，但是他从来不当着我面说，说你们觉得我挺好的，他不会说。我觉得这种典型中国式家长就会导致，就孩子可能各方面还挺优秀，但就是会有点没自信那种。你是不是有点没自信？我觉得我挺普通的，挺普通一人。哎呦，真的，各个方面我觉得，哎，也没觉得怎么样。其实这样挺好的。如果他也老说我好的话，我可能也飘了，怎么样？就这样就。让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啊，被家庭影响很深。但是我觉得人还是要自信一点，虽然我有点自恋吧。我这个就是说也不如那个海淀校花啊。什么玩意儿啊？哦，哇，好甜哟。人美声甜三观正，简直没有缺点。真的很会说哎，他们的互动好好。海淀校花吗？谁说的？你还我两次，我还得钱。海淀校花。谁说的？没有啊，我确实是。哎、小两口真的是。准备饭了吗？没有，我想搞点吃的啊。这个刀太钝了，我连个南瓜我都切不动。这个刀就这么盯着，要不哎呦，帮你一下。哎呀，在观察。你要用南瓜做什么呀？南瓜蒸，然后里面打个蛋。运气也不错。我会帮你打鸡蛋，我会帮你打鸡蛋。很主动。这个南瓜一会儿可能都弄不完。如晴，等等我，你怎么还有一束花呀？我不仅还有花，我里面还有一个可以让嘴巴变起来很香的东西，炫迈新品夏日特调口味口香糖，无糖也没有负担。然后我吃这个卡曼橘，柠檬草味道的，有点像泰国夏天的味道，好适合午后放松来嚼一嚼。我的是花香味的，啊，你这个是白桃槐花口味的，好适合随身携带啊，小小的一个，感觉嚼很久的还有这个花香味。嗯，谢谢你给我的惊喜。我回来啦，给你分享给你一个卡曼橘柠檬草，嚼起来很夏天的，特别适合午后放松来尝一尝。哎 ，hello， hello， 你们到多久了？半天了。他立马就跟着去了，感觉都没什么菜了都。他们穿的好像啊！对耶，真的，一个短袖，一个长袖。要穿个围裙吗？可以。
帮他穿委屈呢。但是你们自己有没有发现你们两位？这应该是巧合吧。但是我一定会讲。我震惊了，啊！我震惊了，他来了，他来了！看镜子里面，他发现，哦，发现情侣装，咋了？我是说我跟你穿的衣服颜色。哦，他自己提了。你看这个背影有多大？很大啊。这有点巧。我先吃一点，我饿了。好。我觉得我要换个地方，换到对面坐，这样我还看着你。哎呀！我的妈呀！这样我还看着你。我这是观赏，观赏卖艺。厉害，他会先说我震惊了，然后不透露。要是我就说，哎，我们穿一样的，就直接来了。你看，我刚录影前就跟 Jerry 说，哎，我们都穿衬衫什么这样，我应该说我震惊了。我刚刚上一秒真的很想跟你开玩笑说，陈晨，你发现我们穿情侣装吗？但我不好意思讲出来。啊？因为我怕那个有一个歌手会。真的不会。那歌手说我震惊了。好厉害啊！我震惊了。他会有点节奏感，对，顿一下，然后钱啊，怎么了？他永远都会。学到了，学到了。钱老师，我们上一期就是完全被杨姐拿捏到一个顶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节奏是那种很慢、很柔，可是说出来的话非常的直接，是冲这样子的。对，因为仙鹤成熟度很高。是的。所以他不管跟谁，他都很容易找那个节奏，就是很厉害啊！不要不要，继续夸，继续夸。就他不是那种一上来就会冲的啊，对，他不是，对，因为他是有理智的，他会先观察，先思考，然后看准了，然后他就去兼容一下。小孙，好可爱，恭喜，谢谢。元气姐姐怎么样？接我吗？我觉得 last day， 希望明天是个晴天。明天下雨打雷都是开心的一天。哎呦，天哪，这个动作我起鸡皮疙瘩。恭喜，谢谢，帮我拍张照。我先拍一个这样的，我要拍一个这样的，这样要不要？他还会蹲着拍，哎，好可爱。我觉得性格真好。对，可以，可以来跳的了。跳啊！从那边跑过来，然后在这跳。可以可以，一二三，开始吧。哈哈，他好可爱，很开心。对，一定拍到。靠，好近啊！我的天哪、啊！这个，他好配合他。走，走了，拜拜，拜拜。哈哈，好开心啊！反而下雨让他们可以撑一把小伞，他们的距离就更近。好开心啊，还有点恍惚你。先放这儿吧。好。哇，这个因为在生菜里面扎那个花还挺费劲。这是你买的生菜往里面扎的吗？对。你也太厉害了。不愧是孙哥，还剩了很多，我们可以吃三天烧烤都吃不完。恋爱中的傻笑。
你盖一点吧。谢谢，好细心啊。你现在已经进入了你的 gap 阶段，你现在是彻底的自由。耶、今年都有什么小愿望？想好好学学冲浪。回去陪陪奶奶，从小跟奶奶一起长大，奶奶这些年眼睛不好了，她现在有点就将近失明了，就是差不多吧，就我站在她面前她还认不出来是我。怎么回应很重要。前几天晚上做梦还梦见奶奶给我包饺子，然后我做那个梦都梦见那个饺子是什么味儿了，我就想这个味儿居然能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而且上次回去就是跟家里人聊离职的事情嘛，奶奶就说同意，我只要我们四意健康快乐就可以。然后我就开始哭，但是奶奶看不到我流眼泪。可以回去给奶奶包一次饺子。可以，支持。你们知道了吧，派派，你要转向了吗？你等我，猴哥，猴姐离职日呢，应该是她现阶段特别重要的时刻了。那大家觉得人生中的哪一个重要的时刻是一定要与自己的另一半一起度过的呢？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以前是一个特别不喜欢仪式感的人，我觉得巨尴尬，就是比如说什么杀青啊，过生日啊，就不要看到我。但是现在我就觉得需要，因为我现在工作人员，就是我每年过生日，他都会很认真给我准备一个生日的仪式。后来我回想的时候，我发现前几年我都不知道我的生日怎么过的，就稀里糊涂就过来了。但自从他出现之后，我就发现我20岁、23岁这种阶段性的东西不会有一个仪式，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我有另一半，我会希望我的每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他是可以陪伴在我身边的。我希望可以跟这个人一起去旅游，就比如说有一个海，就不用站在那边就是一直拍照，你给我拍，不用，我们就站在那边一起就是呼吸，然后就感受这个 moment， 把我的注意力都放在你身上，你把你的注意力都放在我身上，这样你可以会一直就是会留下来，在你就是感觉在你脑子里，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想要这个人在我身边的。再好的镜头也没有你眼睛这个镜头好。是啊，再大的内存卡也没有你这个好。是啊，肯定啊，肯定的。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自己也有喜欢的人，也有类似，就是说，希望他父母的生日的时候，我可以在。我记得那天刚好遇到我朋友失恋，大失恋，然后我那时候可能就觉得说，朋友应该这时候很需要我吧，或者是什么。比如说二十几岁会是这样，但大概30几岁就发现说，好像在乎的那个人也很重要。现在想想就觉得，那时候可能对他来讲也是他人生中一个很需要我的时刻。可能我在的时候，他也会很开心，然后我也会很开心。那我自己就觉得啊，我好像感觉欠他一个道歉的感觉。那是什么呀？白天鹅。真考试了，给你10秒钟记一下啊！好，马上啊！浪漫梅花鹿，梅花鹿，呀！你们都在，对，好好看的花呀！哇，这个眼神。给你一个，谢谢。要离职了，放好了。先放我这。好吧。今天你跳了吗？啊？你跳了吗？跳了好几次呢，为了拍出跳的最高的照片，
在原地跳了好几次。他还记得啊？好恍惚呀。我记得我小时候去云南那边旅游，就一群孩子大家一起跳，然后大家都腾空那个动作。姐来了，好开心啊！我感觉我今天重获新生。那你下周一就不用起那么早。小杨子一直在观察。哇，我真的太佩服杨姐，她可以坐在那里哦，她真的能待得住啊，这挺难的。主要是一般人会回避，但是她加入。你坐地上凉吗？没事儿，已经跟大地融为一体了。这种天气好适合睡觉呀。哎呀，我有很多心事，没有对你。这个走位就是给他们留了空间啊。对啊。好孤单啊，这样看着。他看起来很落寞，但我不担心他。却未曾见过星光。谁回来？不会又有新人了吧？又来人了！啊！新人，我知道，我在前导片的时候有看到这个镜头，我就想说他谁啊？这么突然吗？男生的对手也太多了吧？我听着有门声，必须有人进来吗？你干嘛这个表情？新朋友。哇，赶快看他帅不帅。哇，吓一跳。谁啊？不好意思打扰。我不是跟你说要去吗？等一下，他是真心真意的参加，还是他就是一个……我没有，我 real hip hop 啊！我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我们在这边看，而不是在进去？对，你进去是当嘉宾吗？那我干嘛呢？你给心动的女生发信息了吗？该做的都做了啦，你就继续看就对了。发信息了，真的假的？那都大家都不发给你，不是很糗吗？对啊，这样会有点惨。肯定是在骗我们。没有，你不信你问涛哥。不好意思打扰，不好意思打扰。嗨。哇。大家的惊讶度不是一般的。嗨。怎么是猴哥站起来了？这哦，我你是601吗？马伯骞、啊，马伯骞、啊，不是马。Hello， 哇，所以女生比较认不出，反而是男生。我那个怎么还慌张了呢？我是那个，应该是会后面跟你们一块儿，哇，一块儿住。你是男嘉宾。对。不会吧？这些女生的眼神。哇哦！三个男生有杀气没？当时。
几个男生都快把你轰出去了。你要住哪街？我要住，然后有我住的地儿吗？好像还没有，好像还也没有，没有那，你是明星啊？猴姐太可爱了。猴姐，你是明星啊？你是明星啊？我不是。是。我真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怎么说？就是我箱子，我准备。你是在找什么呢？先吃饭，先吃饭。先放这吧，先吃吧，先吃两口。我没事，我来，你们不管，你们不管。没事，你先坐。我还是猴哥好。哇，这个侧脸好帅，所以大家就吓到，觉得怎么可能，也太帅了。对，所以我找个凳子，你没事，没事，我帮你，我帮你拿，你先坐，没事，你不管我，你坐，我帮你拿吧，哇，没事，你给我，你不管，我来，行。真是明星吗？他们说是马伯骞，但是我确实感觉这个名字很熟。rapper 吗？我不是 rapper 啊，我为什么是 rapper？ 我是，只是你都不知道他们私下在谈论你什么，现在看到了。那个时候不知道了。rapper 吗？是吗？你看猴哥真的很贴心。啊不，我自己来。其实我在刷纸，所以我这些我都吃不了。哦，我那里有清蒸的青菜，我也是刷纸。哦，可以。你也在刷纸？哦，你们一起刷纸了？哇哦！好精彩，我好喜欢这个节目，太另类了。继续，谢谢。你也在刷纸？我。我给你弄，哎，没，自己来，你不管，你们慢慢享受。这个青芒菜我加了橄榄油，然后你微波炉水煮一下就马上了，就一分钟。OK。然后水煮是吧？我杨姐很贴心。哎，你看你自己是不是很奇怪？但是那一刻，我其实有被安慰到。啊。其实是很贴心的，也观察到了细节，有点贴心的，有点被贴心到。你们慢慢享受。我觉得猴哥他很喜欢你。你干啥呢？哇，当时竟然我的人都傻了，我也懵了。哎呀，那我就不是最帅的了。真真好可爱啊，太对了。所以你们是昨天来的是吗？我们来挺久了，他们来十天了，我是两天。哦，所以你是跟我一样。嗯。哇哦！你们都是什么星座啊？天秤、双鱼。你是什么？我白羊。他是火象星座。白羊跟你一个哪天啊？该不会同月同日吧？我是3月20，但是已经我其实是双鱼白羊，但是我已经天哪，你20，我21，他22，巧了不是？我22，天哪，我22，哇，好精彩哦！天哪！哇，你好会啊，哥！这会什么了？就那个小小的笑，你知道吗？你知道在那个观察室这种见缝插针的感觉了吗？哇，好恐怖啊，真的太吓人了。哇，天哪，白羊男生很好呀。我也觉得很直接啊。好了，我要讲实话了。什么意思啊？
我其实不是嘉宾啊。啊？什么？啊？好了，我可以摊牌了，我不是嘉宾。不是当嘉宾太不公平了。哎，你当时尴尬吗？超尴尬。好了，我要讲实话了。我其实不是嘉宾啊。我不会后面跟你们在一起的。啊！我就说嘛，我就说你怎么能来当嘉宾呢？哎呀，紧张死我了！对，所以这次就是属于一个回归吧。然后呢，这个箱子是其实是给你带的一个礼物。那希望后面你们在小屋的时光能够稍微的开心一点，就是，这就是它是一个腾讯 S V I P 的一张年卡。哇哦！啊，我们的年卡。哇，对，然后呢，这是我给你们带的一个小礼物，充到电视上是吗？对对对，这是一张年卡，然后应该就是扫一下应该就行了。谢谢，对，完美。OK， 那我就跟你们聊会儿呗。好好好。哎呀，紧张死我了。又是最帅的了，是吗？他们女生也很漂亮，对不对？很漂亮啊，哦，是很美啊，天哪，很美。然后我当时超不好意思，你知道吗？哎，他们本人帅不帅啊？蛮帅的，是蛮帅的。你只是沉浸式的观察别人？对，只是这样而已。凭什么只有他可以啊？哎，我第二季的人哎。来点奥料薄脆吗？超脆，超薄，超好吃。薄脆有料，可可超浓郁。有了，周末去露营。来点奥利奥可可脆卷吧。表皮酥脆，夹心丝滑。可可脆卷冰激凌 get。谁啊？你知道我第一天见他们，我猜年龄跟职业，全部猜中了。天哪，你好厉害啊！大齐差了4岁。谁说我一开始猜28吗？请问一下，还有拖鞋吗？啊哈！哇哦，谁啊？啊？当然有啦。人怎么来了？海涛，海涛，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什么？我把我放在哪里？我放在哪里？我也想要这种待遇。可以放在正中间还不行吗？不是，我想，我想进去。嗨呀！嗨 ，Hello，Hello，Hello， 嗨 ，Hello。找一下，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嗨。哎，别。拖鞋，我楼下有，我楼下有。我们有两位朋友还在睡觉呢，我把他们叫起来，叫起来。起床了，我们有客人。大齐好可爱。他睡得也太香了吧。我呢？刚才他喊我了。是这个房间。没起来的是哪个？这个。你怎么像奶奶要进去叫大家起床的感觉啊？别睡了，是我没醒吗？起来吧。我妈呀！哎，怎么进来了呢？大齐好可爱哟、哦，他脚麻了是不是？特别的缘分呀！哎呦，这睡得暖暖乎乎的，赶快给我捂一捂。Hello， 有你也躺会儿。那我就眯一下子。笑死！都懵了，我脑袋都睡扁了。是不是有点课外活动呢？可以透露一下是什么课外活动吗？专门准备了一个神秘的惊喜。要干嘛？有一个惊喜给你们准备的。啊、哦！
我先说到这儿，我也不好说后面会发生什么啊。我们要去外面的停车场。什么啊，你们两个真的什么都知道哎。行吧，走吧，走走走，开启我们的神秘之旅。走呀走呀。别，马老师，对于我跟马伯骞来说，第一次这么融入的进入到小屋里面跟大家见面，还是带着一点兴奋和带着一点紧张的。老主任，大家在这个小屋里面来回又要工作，路途遥远，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组织了一个屋门口运动会，大家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好不好？好。今天有三个游戏，第一个游戏呢就跟拔河有关系。拔河，我们这个游戏是有惩罚的，输的那个队伍的三个男生要做60个俯卧撑。可以。健身房群体的那些就一下子眼睛都亮了，你知道吗？哦，可以展现自己了。哇，你看，可以。那来吧，我们分为两支队伍，601一队，602一队。哇，怎么这么薄弱？输了，输了，这就不太公平了。我们人多呀，你们人多，但是我们也有办法，就是我们这边可以去那边争取一个女生过来。哇，一二三四。那么争取谁呢？你们说了算啊！这我就不能，我就管不了了。哇，那时候你什么都不知道哎！我都不知道。去吧，就他重点。啊！等一下，等一下，他说要找侯姐了吗？选谁了？就要选小猴了。哦，我直接说了。啊，猴哥，把我退了。我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的？来呀来呀来来吧。可以啊，一人一边一个小猴。哦，好智慧啊！哇，他讲话真的蛮炸的，蛮炸的，蛮炸的。可以啊，一人一边一个小猴。我没有看遍哦。好的好的，我们走。别人站边，站边。不至于，不至于。要拒绝的开始 battle 了。呀呀呀，不至于，不至于。至于至于。哎，当时我们怎么没看到这些细节呢？猴哥，小孙加油！来 battle。那来吧，两支队伍准备一下，马上进入到我们第一个游戏——小屋门口运动会拔河开始喽！怎么整啊？不是，快战术。王哥跟曾哥在最后，然后你们三个在中间，然后我在最前面。可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个统一的口号，一起喊，一二二往后拉呗。嗯，一二。彩排一遍。一二。好。可以。他们双方的都是对的，拔河的这个技巧。一个就是前后的人重要，一个就是口号重要。稍微调整一下啊，稍微调整一下，小心别受伤就好。嗯，一定要赢。哇！来来来，好，双方队员请准备啊，各就各位。为什么我那么紧张啊？三，专业拔河。二，哇，两个人都在前面。
哇，哎呦，这么凶吗？妈，你的表情好真实。谁会真的？一，因为火药味真的很浓。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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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凶吗？这么凶吗？守住，守住，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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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住。拉拉拉拉，先绷住，绷住，先绷住，先绷住，绷住。一二一二，我来。一二一二一二，哇，大齐的大腿都蹦起来了。二，目前来看，601很稳。来，听口号，一二一二，哇，有战术，有战术，猴哥加油，拉拉拉，就差一步，就差一步，就差一步，耶！谢谢谢谢谢谢。你是专业拔河的吧？急上急上！哇天哪，这真的是口令喊的！哇天哪！谢谢阿姨，我们捍卫了601的荣誉。啊，你们真棒！哇！这种运动会获得胜利，不代表他们的爱情会获得胜利，是不是？你这每一句，我真的是。我这十几年的工作经验都弄不过你，输了还是要接受惩罚啊？那肯定是要接受惩罚。你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男生又多了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对了，刚刚说到什么？60个俯卧撑，60个俯卧撑啊？那你们自由决定。那这样，你们一人15，30个。哇，好帅！可以，可以，可以。好帅，好辛苦呀，好辛苦啊。那我们谁先来？我先来吧。好帅啊、哦、开始，2 3 4 5 6 7 8 9，挺厉害的。对啊，张晶真的，看看他。13 14 15，很标准。16 17 18 19 20，哇，这背阔肌。9 8，越说有劲。大齐可以的。6 5 4 3 2 1，好，哎呦，还好，每一个都很标准，好厉害耶！有点东西啊，轻轻松松，再来10个，那是另外的价钱。哇哦 ，OK， 所以输其实也不是真正的输，对呀、啊，不是、啊，也是一个展示的机会。对，来，接下来谁？加油 ，Luke， 相信你一定可以的。啊，不在话下，妹妹就一直鼓励他，气势感觉有点像你做那种。哎，一啊，几个来？2 3 4 5，妹妹看他的眼神就不太一样。7 8 9，10 11 12 13 14 15，好棒！我可以再夸他哎，因为妹妹就一直 pick 他。怎么跟我做的似的？从一开始我看到就是，我来吧，你来吧，你来。小孙加油！你想让谁给你加油？当然是我拉过来，当然是我拉过来。哇！哇，还撞了一下拳。当然是我拉过来。啊，猴哥！笑容逐渐消失。加油！谢谢。我猴哥，那这样，那你就给他倒数嘛。好吧。来吧，孙哥，给你个机会。1 2 3 4 5 6 7 8 9，小杨姐看了猴哥，10 11 12 13，小孙加油！
十三、十四、十五、十五，耶！牛啊牛啊！耶！牛啊牛啊！哦，今天好舒服，这个眼神。没想到做俯卧撑可以这么浪漫。牛啊牛啊！哎呀，看猴哥的表情，我都感觉我要他背过身去了。他想说我赢了又如何？我赢了世界，但我失去了你。哎呀！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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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在羞涩什么？我还要主持呢，我很忙的。我们这边做完，你们这边没有要做的。你们如果想要参与，也是就想得到这个加油，这个加油牌十个嘛。这好像小朋友，但好可爱哦。咱们忍忍吧，忍忍，忍一忍，忍一忍。下巴下巴就没有俯卧撑了。对，我们这样，我们三，我们只给你们一个人的机会。啊，行，那我坐吧，我坐吧，我坐，我坐，我坐。哎呦呦呦，想哎呀，想坐，想坐，想坐。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啊，这么可爱。因为他知道依依，但是他跟依依已经很明确了，我感觉。就是让他更夯实。不错，我就十个。啊，对对对，可以。那怎么说？还要加油。啊，对对对，当然当然。谁要看你做俯卧撑？我主要要看加油。对。傻大哥，我主要要看加油。对，快点提出加油。那我就让个，快点啊，提呀、啊！而且我们我一帮我加个油吧。哎呦，怎么害羞了呢？冲，给你个手套。哇，哎我真的鸡皮疙瘩，你我也是，哎，给你个手套。哎呀，你俩害羞什么呢？磕到了，磕到了。在那个情节当中，你也会这样，因为真的实在是就是太浪漫了，是不是？就哇，手套吗？我不用手套了，没关系。你不用手套啊？我不用手套。二。三，五，三，三，人家计时器，人家计时器，六，七，八，你看他那个表情和语气，哎呀，这太甜了，七，八，九，十，啊，够了够了，好，谢谢谢谢，赶快说够了够了。舍不得，对。这威廉好开心啊，牙花都露出来，猛男娇羞。哎呀呀呀，我们俩在这娇羞什么啊？你为什么一直都像老奶奶在旁边啊？老伴，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孩子们都长大了，看到他们幸福，我们也就安心了。对，你就是这种感觉。好，我们第一轮的这个游戏已经做完了。我们其实不是为了惩罚大家，主要是看大家的这个协作能力啊，默契程度啊，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啊。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屋门口运动会第二轮的比拼，洗被子。什么叫洗被子啊？洗被子这个怎么洗呢？这也看到了那个三个桶，我们两个人一组，由三个女生来进行选择，他们的男嘉宾一起来完成这次的洗被子。那我们怎么洗呢？只用手洗就确实觉得有点不痛快，嗯哼，洗得有点不尽兴，嗯哼，不如我们就用脚，我们直接在桶里用脚洗的。电视剧里会有那种踩出那种小水花那种，对。这些游戏我先说一下，就是它有一些相对来说有点距离，还蛮近的，多近？
就是能播的那种劲。哦，对对对，我觉得我能 get 到。OK， 三分钟的时间洗完了之后呢，两个人要把它拧干净，哪一组拧得最干净就可以获胜。那我们怎么分队呢？是不是有两位同学是刚刚进入到小屋不久？是我们的小刘同学跟小杨同学。一会儿你们可以来那个先进行选择，因为毕竟咱才来，是不是？哦，他们先选。剩下的四个女生，我们进行抽签的形式啊。我先问一下，三号是？来，请出力。现在可以选择了，小杨开始吧。小杨先来吧。我觉得小杨姐肯定会选猴哥。对，快把猴哥选走。他会不会故意不选？不会吧，肯定会选猴哥。你看谁的脚大。好喜他不选他要选谁啊？他在看谁啊？大齐。我啊，大齐。 What？ 啊，对，我想起来那天没有选他。你在想什么？千鹤，你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在想。没有，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应该是什么，哎，算了，没事，你讲。你是千鹤，我毕竟是白兔，我有什么资格讲？千鹤也有不同的千鹤，也有傻千鹤，也有好千鹤。因为他刚刚一直在观察猴哥跟猴姐的那个，所以他，我觉得他心里面应该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他可能想掌握一下他们之间的节奏呢。原来是这样，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大慈，我。小杨选择了大齐。对。为什么呢？我觉得他看起来比较能拧干被子。谢谢。谢谢，没白输，好像那三十个俯卧撑。对对，三十个俯卧撑惊艳我了。我争取把被子拧干点。来，我先啊。随便选吗？对，你想选谁就选谁。那边三个我不太熟，他不会选猴哥吧？也可以试一试不太熟的。对啊，我选大齐也是不太熟，也是不太熟。卢克，曾曾，我选凯智吧。啊？哦 ，William。Bro， 他说我不懂怎么办？他确实不懂啊。你 Bro 也不懂啊。我选凯智吧。好，眼神赶快看一下，倒是不难看出有劲儿啊。我会加油拧干的。来，到咱了。完了，你难选了。他的这个选择很重要。我猜他会选小孙。我选小孙。啊！选小孙。想都没想。想了。啊，想。想了一秒。想了一秒。为什么是小孙啊？我不知道。我就想选他呀，哪有这么多为什么？虽然我没他们壮，但是我比较拼命。什么？哦，你看看说的这句，他好会说。旁边的人都心知肚明的脸。虽然我没有他们壮，但是我比较拼命。可以，那我们其他的人就可以先在旁边先，就大家就自由就加油啊，什么就弄就行了。啊，落单了。我们男生自行往那个桶里加水。哦，是这样的是吗？我加了。你加了？到被子上。好久没有用手洗过衣服了。这次是用酒。用哦，对。
他们这怎么洗的？他们不是用脚洗，是一会儿进去。就是没有第一个人站起来呢，还哦，大家还很羞涩。各就各位，请进盆儿。请进盆儿。Oh my god！ 哇塞，哇塞！第一个上脚的人。啊！哇！哈哈哈那几个有点就是太爽了。我猜，跳起来。你们要跳蹦擦擦蹦擦擦蹦。他们两个真的很享受哎。对呀、啊。奶奶又在看了，奶奶。我们转一圈，走。好海呀、啊！好可爱哦。哦。这么开心了一套。你咋那么火呀？他们的互动好好、哦，我有点晕，老师，休息一下。好的。那你们的泡泡起的好多哦，这种泡泡就是不只像那种，有一种幸福的泡泡。说的我都不敢踩了。大气。羞涩，羞涩，这边真羞涩。他俩这个真是，是必须的。他们这个组呢，太不熟了。William 一直看着依依姐姐，可以了。我觉得我们这个，我觉得也是，这好滑呀。他俩都觉得尴尬，所以就终止了。哇，是有点滑呀，别急别急。而且小孙一定会扶侯姐，另外不熟的都不会扶。拧一下，拧一下，你反着跟我拧。对对对，我再拧，我再拧。没事，我们保二中一。你换我转，你转出去。好。哦。我来了、啊，你转了吗？我锁住，可以来吧。Yes。哇！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哇哇哇！这是什么牛马？可爱你吧 ？Yes。对，对。能拿住吗？真的。大齐。稳赢，好笨的感觉啊！我想笑。你看他们都拧得那么近了，哇，他们弄得好好。他们是真的在玩游戏，玩他们自己的游戏。赖总，赖总，干嘛呢？赖总。哇哇哇！确实拼命，拼命，拼命！他们干嘛？他们在干嘛？把我上墙。他用他的身体把那个湿的被子，他要把它给捂干。你别说，这不就是那种傻小子吗？不许说小孙傻。啊！注定好戳，再一次，可以再一次吗？注定好，不许说小孙傻。哦。哇，这个好戳。Oh my god！
我真的我 pick 的 CP 不会错。不许说小孙傻。哎呀，啊，小马哥在凶我、啊！救命！谁动啊？小孙别把自己勒死了。小孙加油。三。这边他们好拼，我来你那边。他太拼了，实在是。二，我要赢。一，时间到。好了，不能拧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三组最后的重量，来看一下。2.62262。行。第二组。268021。Yeah。来，接下来第三组。专业。哎，他还说了专业。哇，知我者为我心忧啊！哇，2.0286。哇，对，这真的是断层赢啊！看来那个转是有用，有用，有用，有用。可以，厉害！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下，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二组。来，第二组的人现在过来吧。好。看了一下谁啊？那个是分好了。啊，你们已经分好了。已经分好了。嗯。他们分完组了。啥时候分的？刚啊，就我们忙的时候。看热闹的时候。啊。那你们是怎么分的？我们俩一组。我们俩一组。有什么原因吗？还是是因为曾曾跟张静，我不让他选别人，因为我不让他选别人，因为他很少这样出马。我不让他选别人，因为这就是磕 CP 的快乐吗？OK OK OK OK， 刚我哥们儿有点东西。OK， 懂了。好 man 呀、啊，曾哥，好 man 呀、啊！曾哥可以。啊，大齐。没问题，好，那您二位是？我们是。不想让他被人选走。哇！你好棒！好喜欢妹妹。帅。对，很勇敢。我们是。不想让他被人选走。哇、磕到了！磕到了！磕到了！他一直都还蛮直接的。我觉得这样很好哎，喜欢。哇，这一季的男生女生好直接哦。对，这么猛烈。怪不得你俩人的，你互相扶着点。真的是，我就 OK OK， 我觉得特别好，我特别好。祝不是，加油！忘了那个。你这组了，我先说。为什么？我先说。他把等一下，好，我先说吧。我们就叫凯智组合。是的。但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室友叫王凯智，我跟范姐一块儿，我室友放心。哎呦。他害羞了吗？你室友呢？你室友在哪？你室友凯智，王凯智啊，你放心吧。啊，放心，因为我们是很好的好兄弟。这一季真的兄弟情特别好，所以这个组合是为他命名的，他冠名了。我为王哥举大旗，看谁敢与他为敌。我为王哥举大旗，看谁敢与他为敌。我为什么像一个考拉一样一直缠在你身上呢？我们那时候抱得贼紧，我跟你讲，我那时候亲，你知道那紧到什么程度？我说你放开我，让我松会儿。OK OK。哎呀哎呀！哇，好好。可以，这好兄弟。要是你要是选谁？
哦，哎呦，我好会问，好会问啊！呀呀呀呀呀呀！不能不能，妹妹，要是你，哎呀呀，哎呀呀，呀呀，我们做游戏吧，做游戏吧，咱拿被子吧，拿被子吧，可以，拿被子，拿被子，戏太多了，我还，哎，依依就是，哎呀，都不好意思了。我可真爱听，来了啊！大家可以进盆了。天哪！进去了，进去了。哇，好凉！是不？我这边感觉还好，真的。想你，你又在哪里？我喜欢你，哦，心动的唯一。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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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哇，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必须得要有那种粉红泡泡。粉红泡泡。我们这个泡泡才是真的泡泡。是的。跳舞，街头舞，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可爱，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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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会太浪漫了，你是会跳舞的，我在里面托马斯回去了，好开心啊，他们啊，俩好可爱。曾哥，好可爱啊！没事。大齐，现在心情怎么样？现在心情啊，还挺舒服的。其实张晶应该超级看得出来 William 对他没意思，希望他可以赶快转向其他人。你看我们这泡泡，他只有表情。踩踩，正在干嘛？你们动呀！踩啊！踩呀踩呀，用力踩！踩着都踩着，这组自动放弃了，完全不想玩。确实，你知道吧？哥们儿是为室友在争取的。你看这个是一点泡都没有。你们俩一个重在参与。猴哥本人是不是长得很可爱？哎，本人很温和。对，就觉得他个性好好。大家就是要拧了，现在要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加油！对，没转反，这边拧。哎，啊，我们学到了，再来。等一下。猴哥，这是什么操作？你这一点情绪都没有啊！你是纯为了拧被子啊？纯玩游戏，纯为了拧被子，我不跟你玩这游戏、啊。笑死我了！哎，别走，来，为了王哥。打什么？太拼了，哥。好可爱啊，这么想赢我们吗？我是为了王哥。你这全都湿了，你这衣服。你这赢了之后，主要获奖感言，王哥太紧张了。确实。来，各位到我身边来。好可爱，哥们儿。哦，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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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
2.1812。我就很厉害。对啊。接下来下一组。2.3852。还拧呢，猴你是多想赢猴？没有没有，多太想赢。擦擦，待会把被子也擦擦。真的很想赢哎。接下来下一组，为你王哥拼命。确实。猴哥，肯定是最轻的。感觉超轻的。搞不好一点多呢。3.141592。啊，三点。拧了个寂寞。一顿操作猛如虎，终于有一组突破了三了，朋友们！因为我们是垫底的，他们在那儿踩也踩成这样，又擦盆又擦秤，我的不受尽力了，擦的相当干净，好可爱哦！都擦到哪去了？这真是擦的全是派呀、啊，擦的全是派派。那这不科学啊。没事没事。好，接下来小马哥告诉我，获胜的队伍是杨姐那组吗？获胜的队伍是表哥表妹队。啊，恭喜恭喜啊，大喜。来，来好，来小马哥把他们获胜的礼品给他们。哇哇，好好看哦，好可惜哦。没关系，我帮你衣服都湿了。然后我给你们放你俩中间。这个是你们的，哎呦，奖品。然后我给你们放你俩中间啊。好，二位获得的呢，就是我们的约会神器，好吃又好玩的奥利奥零食花，恭喜二位！恭喜恭喜！奥利奥零食花里面有奥利奥薄脆饼干、可可脆卷，吃一口就是满满心动的味道。我们现在尝一尝奥利奥薄脆饼干。哎，太不好拿呀！哎呀，它不好拿，它不好拿，不好拿呀呀呀呀！嗯，好喝。这个奥利奥香草奥脆味薄脆饼干，它有多层口感，薄脆有料。嗯，好喝，非常好喝。可可脆卷是外脆内柔，口口不甜，你也可以尝一尝。卷能做30个俯卧撑，男人卷没错。总是还是要鼓励男方吧。你扯我一样干了没？我扯了吗？我扯了。你看，我们现在已经玩完了两轮游戏了。没错，没错。哎呀，怎么的呢？有点饿了，要是能吃点饺子就好了。所以我们第三轮的游戏就叫做包饺子吗？包饺子。刚吃完饺子。来，各位，我们一步到中间。哦。哎呦，还韭菜的。白菜的，葱的，葱的，啊，猪大葱的，哇！我们要从男生里面选出三位队长哦，大家可以推荐一下，平时在我们小屋里面谁做饭做的比较多呀？小红，那当然猴哥啊，他那么会煮菜。猴。那我挺想知道猴哥会选谁，也是为你王哥拼命做饭是吧？确实。对，我们相互做饭，我也做。你们两个够了。小猴是第一个队长啊，接下来第二，卢可。对啊，通常也是卢可吧。卢可，我来。好，卢可是队长。接下来还有一位男生，我来。好，来了。接下来三位，
我们现在要开始选队友了。那大家现在开始怎么选呢？我们就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公平的方式。怎么公平？展开说说。石头剪刀布，好公平哦，很好。之前就是石头剪刀布。啊！可以，不也是？别有阴影了。别有阴影，真的好好笑。哦，我刚刚想起来，我刚刚想起来，原来是这么事儿。石头剪刀布，进一轮。每一组可以有三个队员，但是我们一轮一轮选。嗯，没错。好，选谁都可以。来吧，三位，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布。同样又输了。谁？布。猴哥今天的运气好背啊！天啊！来，立刻。好。哎，我缺好运。好，大吉哟。为啥呀？因为好运连连，好运连连。哇，好运连上了啊！可以，可以了。接下来，陆可，我选默默先。哇，哎呀，来，接下来小猴。哎呀，小猴。不是猴姐的话，也太奇怪了吧？他选孙哥，那更奇怪。我选小猴吧。我的 bro 真的是选了猴姐。我选小猴吧。呀，为什么要选？我俩都姓猴。哦。来，接下来，那我就选大了，王总，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我小孙吗？小孙。啊，好，好吧。他说啊，你把小孙给分开。不是，留给我行吗？留给我行吗？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是，留给我行吗？留给我行吗？好帅啊，猴哥，我不要见到了。留给我行吗？好，留给你。稍等，你刚刚说什么？你说什么？留给我？对，留给我。你为什么要选小孙呢？看他的反应是什么。